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富翁摇钱树，赚钱真快速。虽然是上涨，但是放空还是能够赚钱。我们带你避开轧空的风险，在这个位置做放空，杀下来杀到8428，投资朋友今天做空也还是能够赚钱。虽然大盘在涨，但是你只要把你的策略给拟定出来，不要慌着手脚，在涨的过程里面你能够避开。我说过了，我们要放空，我们怎么放空？在涨的时候我能够避开风险，在杀的过程里面我能够掌握利润，那你就赢了啊。你没办法说啊，做多上去涨的时候做多要赚，跌的时候做空要赚，天底下没有那么好的事情。赚你可以赚的钱，在涨的过程里面我们就让别人赚，杀的时候我们赚到钱就好了。所以重点不在于为了交易而交易，重点也不在于说什么你多也赚空也赚，重点在于你要赚那个点数，赚那个钱嘛，钱拿到放在口袋里面才真正实实在在的啊。投资朋友，今天的这一组线称之为内困翻红上切。现在的所问面临问题是什么问题？缺口问题，隐性与真实的缺口之争。好，投资朋友，缺口之争将有一场厮杀，什么意思？现在你看到的缺口，这是个真实缺口。隐性缺口在哪里？这个位置。从日 K 来看，你看不到缺口，但你从五分钟前去看，它有个跳空，跳空连续两个跳空缺口去打一个真实缺口，那到底谁会赢？投资朋友，之前我跟你讲过，六月份开始它是个盘头阶段，你现在回过头来看，现在几号？20号，一个月已经过了2/3，8600，是以这个为界限，上下100点做震荡。我是跟你讲过，假涨假跌。你以为要涨，结果往下杀；你以为要跌，结果往上拉，是一个盘头过程。好，投资朋友，为什么告诉你说会有一场厮杀？因为所谓的厮杀，我问你嘛，就像这个一样啊，从7600。涨到8800，涨了1200多点。如果你是做空，如果你没有补，你就被嘎嘛。那如果你能够避开，那你是不是就能够少赔1000多点？甚至于，如果你做多的话，那就做多嘛。做空的话，你要避开这个风险。好，这个位置，我们是告诉你什么？放空，放空，有没有？从8800杀到7999，只要1200点，这叫841点，所以说厮杀盘到这个位置。5月13号，我提到，你还在期待520，所以不要想说啊，看到破线之后就开始拼命空。我告诉你什么？不容观望。三角形的一个菱形变盘，如果你要空，你要等，等什么？等它拉到不能够再拉的时候再空。好，那个时候是5月3号，对不对？从这开始盘，涨，从这个位置嘛，开始涨。6月7号的时候，就是这个月，我提到什么？它是个盘头阶段，假涨假跌，盘面开始做声东击西，投资朋友。6月7号，我们讲的，到6月20号，请问，它是盘头，是假涨假跌，是在8600这边出上下震荡。所以，如果你以今天来看，
每个人都知道哦，他开始出现如一个焦灼盘。再往前推，六月七号的时候，你怎么知道？投资朋友，当时的六月七号是什么日子？是什么情况？我们把它放今年哈，它是个上涨之后创新高的一个 K 线图。当时创新高，我告诉你盘头，你相不相信？是盘头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等到拉到不能够再拉的时候再空？因为开始盘头就是开始找空点，有没有？把六月八号跟你讲什么？放空嘛。从清明变盘到端午变盘，历史会重演，所以我们动作什么？就是放空嘛。好，果然下杀下来之后，你所担心的它都只是一个故事而已，赚你可以赚的。赚你可以赚的，好，到这个位置，投资朋友，这根线称之为什么？单压空头时代。你不需要很厉害才能够开始，但你需要开始才能够很厉害。很多人这样子啊，等到 K 线跑出来之后，你再做动作，你在后面开始补做，你根本来不及。人家是在涨的过程里面先告诉你什么，盘头出现了，找空点。依照过去历史重演的规律，我们看到清明变盘，端午变盘，所以你应该要放空。那个时候 K 线在涨 ，K 线收红创新高，你敢空吗？你不敢空，所以你要等到你看到的时候你再空。投资朋友，我那天怎么讲？我跟你提到六月七号。日 K 线收红，隔天收红，有没有？好，上个礼拜我讲的哦，当白兵架多方炮，你要相信你所看到的线型。你看到什么线型？我跟你提到，重点在于这个缺口，不必随之起舞，以大盘8608为分解，就是说，这个缺口目前你看到什么？一个是空方正式缺口。把它放经典哦。另外一个是什么？空方隐性缺口，一个是多方隐性缺口，也就是什么意思？就这个行情里面，你看到空方缺口、隐性缺口一致封闭，转为多方隐性缺口，但上面有空方正式缺口，所以说呢，以8608为分界。所以投资朋友，早上为什么会开高8612？它一定有它的道理。就这个分界点，让它先过啊！好，所以我昨天怎么讲？17号，因为我跟你提过了嘛，相信你所看到的线型。什么线型？这个书上都有教你哈。这根线它为一个所谓的阳形象的光脚阳线，为上升形变的单白兵，为法形式的多方炮，为金形转折之座头向下跳空。所以我研判。它是个箱型整理走横盘，六月七号讲的吧？好，怎么走？船长稿里面的数字你去看，是一模一样，8490到8431。好，投资朋友，什么意思？早上拉上去的这个位置叫8520，除了这个位置一下子之后，整个走势。是维持在8490到8428这个区间，8490到8431，所以杀到8431的时候，可不可以追空？不能追空嘛，因为它是一个箱型的一个区间震荡，8490到8431，所以我们拉上去的时候我们要空，有没有？拉上去的时候为什么要空？因为你知道它这个区间震荡嘛。从那晚跟你提到的哦，叫做多空拉扯盘，8490到8431之间做区间。好，所以投资朋友，为什么今天我们要空？美股虽然跌，但台股因逆势开高，开8612大于8608嘛，这我昨天跟你提过的嘛，8608，它反映的事情是什么？第一个，外资净多单有5.8万口，改写历史新高。好。那改写历史新高的意思是什么？
外资真的做多吗？错。以过去历史的经验，3月30号跟4月26号，他告诉你什么事情？说又多骗钱。好，投资朋友，我拿证据给你看哦。就我们来操作，不能够凭感觉。你说外资持有进多单，别人都认为什么？外资持有进多单创历史新高，是个强力的多方讯号。而我告诉你，你所看到是假象。为什么这么讲？外资目前是5.8万口，你看它过去的情况，这个位置是4月底的时候5.6万口，那个时候在多少？8619，这是3月底的时候5.3万口，位置在多少？8747。那你告诉我，外资5.3万口有涨吗？没有，是下跌。外资5.6万口有没有涨？没有，是杀到多少？7900。同样道理，外资5.8万口是涨还是跌？以过去的历史经验你就知道啦，叫诱多骗现。所以操作有时候你一定要有什么看法，而你的看法是取决于你的操作的分析的逻辑。你不能够凭感觉啊！哦，我夜观星象。我三代子托梦，我丢铜板，所以我认为明天怎么样？每个人用嘴巴讲，很好吹啊，对。但是问题是，我们带会员做操作，我们所讲的每一个字的每一句话，那都要负责任啊。你没有带会员，你嘴巴讲，反正没有人跟，错了也不知道，对的话敲锣打鼓。那我们是台面上的分析师。我们带了那么多的兵，带了那么多相信我们的会员，在打仗的时候，我们的每一个指令，就像军令一样，空就是放空，补就是补。你如果一个犹豫，机会错过了，那很可惜，因为该赚的你却反而浪费掉。同样道理，我们给的讯息是赚钱讯息，所以如果你不是一般，你是从外面的这种，你还不是会员，我建议你，请你不要看我们的讯息，因为我们经常在赢。其实很多外面的一些地下期货等等的，他们可能怎样？因为我们一直赢，对他们讲是不利的嘛，因为对坐嘛。所以你只要拿到我们赚钱的讯息，你就能够赢钱，造成他们的一个困扰，所以他们会怎样改讯息，改到。你一做你就赔，结果我们会员明明赚钱，假讯息却说我们赔钱，那你就误以为说啊，欧老师你怎么讲的跟做的不一样？那因为那是你拿到错误的讯息。像这一波里面，你只要跟着我们讯息做，带你避开风险，掌握利润。我想这种东西不用去争论，光看预测就知道了嘛。你能不能够去预测 K 线？你怎么去算高低点？所以我们讲的东西其实都真真实实。你不必去为了省那个钱，你省小钱赔大钱，而且不要钱的最贵。所以你去想一想，有时候光一个讯息做对了，你就回本了啊！你何必这边东问西问的？结果呢，时间错过了，讯息又拿错，因为讯息很容易改嘛，对不对？例如说8485空好了，我把它改一下嘛，8465空啊，结果呢，人家空85，你空65，甚至于我们在回补的时候，我把它改过来嘛，放空，结果我们补你再放空，结果你也赔钱了。所以你要去想清楚，谁能够帮助你？你现在要做的事情什么？在这个市场上。我们的敌人是谁？我们的敌人就是一般的外面的散户。所以我像将军在带领部队一样，我们的讯息、我们的传真稿，像军机处的军令一样，必须要保密。好，这东西我希望大家能够动配合哈。第二个，英国脱欧的疑虑降低，技术面来看，三尊头已经破颈线，什么意思？
你说英国会不会脱欧？从 K 线，他告诉我一件事情：三尊头，颈线贯破，指标是这样子。六月底，重量型的股票胜出现秀，例如像台积电、汉维科。台积电6月27号出现息，配6块钱，股价创新高。投资朋友，你看一下 MACD 怎么样？汉维科因为有人要来买它，以1000亿来买一个7亿的股票，当股后下市，换另外一个人就位。投资朋友，这告诉你什么事情？好的股票会被人家买走，不好的股票留在台湾的市场，然后你的钱一直在追逐那些烂苹果，其实这不是一个好事哦。所以说，看远一点。今天走势依然如孙老师推算所说的，多拉扯，8490到8431之间做拉扯，有买盘时间大概落在9:15、10:15跟1:15。投资朋友，这三个时间点你去看一下，依照我们所算的，是不是9:15、11:15、1:15差不多嘛？因为我跟你提过的，有买盘，但也不要忽略到空方异强，所以这是个拼技术，也比耐心。该出手就出手，不用出手看就好。所以我们今天空多少？空8490到8485，就是这样子，轻轻松松。好，所以投资朋友，这个行情里面，台湾50出现十字星 ，MACD 是这样子。美国道琼昨天晚上爆出大量，现形也出现什么？左肩、头部、右肩，它还没破啦。台指的话呢？5.3万口的什么 OI， 表示什么意思？大盘在涨 ，OI 没有退，谁在放空？谁在放空？所以你要想清楚说，这个行情里面的操作，你唯有避开风险，你才能够掌握利润。从520至今达正905点，投资朋友。赢在预测，很多人会怕，你只要怕，你就会输，你就会输一辈子。做多也怕，做空也怕，然后你又想赢钱，天底下没有这么好的事情。你怕做空被嘎，你怕做多被套，可是你又偏偏想赚钱，所以你唯有方法才能避免你无知的害怕。有时候人穷的时候，钱要花给别人；富的时候，钱要花给亲人跟爱人。但很多人都做颠倒了啊！没有钱的时候，一直想省钱，把钱花给亲人跟爱人；有钱的时候，反而花给别人，到处乱花。有句话不是这么讲的吗？当你穷的时候，你把钱花给别人，人就来了；钱花出去。人来了，什么人来了？贵人来了。所以有时候当你不顺的时候，或者当你没钱的时候，你需要什么？贵人来帮你拉，伸出一只手来拉你一把，而不是已经没钱了，然后又把钱握得紧紧的，越握越紧，越握越少。当你有钱的时候，把你的快乐、把你的荣耀、把你的成就分享给你的爱人、给你的亲人、给你的家人，我想这才是应该的。所以，当你操作不顺的时候，当你一直在赔钱的时候，你就要想着啊，谁是你的贵人，他怎么帮助你？我们在带会员做操作，期货、股票、选择权都在操作。宏达电我也讲过，这是我们放空的嘛，对 ？TPK 也是我们长空的股票。真鼎也是我们长空的股票，现在这一档，我认为它未来会下杀，而且会杀很重。它是哪一档？目前我不能讲。它是属于之前有供应给苹果背光模组的产品，
他花了30亿，就是买设备嘛。后来呢，现在面板技术大革新，会发自发光的主动式有机发光二极体，叫做 AMOLED 崛起。所以当这东西出现之后，不再需要背光模组作为背光源，所以他过去花了30亿的设备，大客户苹果不用了，怎么办？叠够了吗？还叠不够。所以从现行来看，未来股价都在杀，你要放空落井下石，就是空这个股票。所以可能很多人有这个股票，所以我们不能够讲出来，等我讲出来了，就表示我们已经赚钱了。所以我们不是在节目上去怂你说去放空这种股票，因为这个市场上有多就是有空，今天你做多赔钱，就表示有人做空赚钱。大多数人买股票都赔钱啊，反过来讲，只有少数放空股票的人是够赚到大钱的，就跟这一档一样啊。之前一路在涨，连续跳空之后宣告多头结束，他为什么会杀？因为他最主要的客户在大陆的那些车厂，有些自有品牌的车厂合资的品牌业者降价，就跟他竞争者降价，降价之后导致通路端开始调节库存，因为卖不出去嘛，库存只要还在没办法拉货，所以第二季预估季减20%。第二季就是指什么？4、5、6月，所以等到营收出来之后将会大幅衰退。我们放空它，就是准备那个时候见报之后大赚一笔。所以该怎么做？跟上脚步。你怎么看？休息一下，待会马上回来。头痛，请用5分钟。嘴气疼，请用气疼5分钟。5分钟，好。陈通投顾这项已推出六柱全理电器审视宽型度时，翁老师独创线形 K 线预测学，融合西方财务工程的线形几何及东方百年秘传的 K 线战法，让您提前预测明天，善用转折，看准一日行情，受用无尽；看准三日行情，富甲天下。02-2752-5868，陈通投顾值得托付。陈通投顾三大保证：第一保证，正派经营，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坐手勾结坑杀散户；第二保证，诚信为本，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；第三保证，带进一定带出，精选持股，持股集中，保证带进一定带出。陈通投顾拥有股票期货双证照，带您领先洞悉市场，稳健获利，无往不利。陈通投顾值得托付，02-2752-5868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你担心瓦斯外泄危险吗？教你几个小撇步：瓦斯桶放室外，避免日晒，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定期检查瓦斯配管。使用瓦斯要小心，居家安全好放心。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。缺口之争将会有一场大厮杀，所以你一定要跟上脚步。关键数字，跟上脚步。今天多空拉锯拉扯，8490到8431之间验证。那这个顺行模式是这样子哦，书上有写，跟上脚步。K 线上切，反要什么？多方两次上跳的隐形缺口，挑战空方真实缺口。然而什么？台湾50短时日星
道琼昨天报巨量，台指 OI 聚集，所以将有一场厮杀。我们做什么？隔岸观火，依照我的讯息做动作，不要随便乱做。我明天继续再赚。穷人相信方运气，富人相信方法，跟上脚步，新单启动，最后上车，把握这机会。明天带你进场，我们明天见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陈涛投顾，这项以推数、用数、权理、辨析、审视、观行、度时。翁老师独创穗形 K 线预测学，融合西方财务工程的穗形几何及东方百年秘传的 K 线战法，让您提前预测明天，善用转折，看准一日行情，受用不尽；看准三日行情，富甲天下。零二二七五二五八六八，陈涛投顾，值得托付。陈涛投顾三大保证：第一保证，正派经营，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逐利作手，勾结坑杀散户；第二保证，诚信为本，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；第三保证，带进一定带出，精选持股，持股集中，保证带进一定带出。陈涛投顾拥有股票、期货双证照，带您领先洞悉市场，稳健获利，无往不利。陈涛投顾值得托付，02-2752-5868。北都 Happy Net 超值优惠双响炮，新时代光纤标网加数位有线电视，平均月付真的只要690，加一人再送数位有线电视3个月，多人多机同步无线上网，全家吃大饱。免装机费、设定费、保证金，再送 WiFi 分享器和数位机上盒。0809-096-111，0809-096-111，限时优惠，先抢先赢。Happy Net, Your Net。姐，谢谢你，从我2年前失能后，就害你日夜忙碌照顾我。